道德没有硝烟的战场啊，可以见到啊，烟雾弥漫啊，啊，系啊，空气质素好差啦、啊。咁啊，到咗深圳呢度啊，有次落雨系嘛、啊，有次唔系落雨啊，反正就系雾霾啊，呢边特别严重啊。好，咁就出发啦。有硝烟的战场啊，啊，充满住烟雾弥漫，都要战斗啦，啊，系啦，哇，唔知有冇啊？呢度榨干缺石多过钓鱼，系嘛？可以见到啦，有几个。我到咗啊！我到咗我梦寐以求嘅地方啊！哇！喺呢个战场好危险啊，各位老友啊，因为啲船咧真系睇唔到你喺边度啊！今日雾霾啊，好严重系啊，能见到咧可能都系两公里左右啦。啊，呢啲收队啊！云端之战啊，系嘛？系啊，好似一片云海咁。咁咧，我就企喺云端上面钓鱼，睇下希望有冇嘢种下啦。系啊，有嘢种嘅话，就会带俾大家咧有激情噶啦，好似喺天上钓鱼咁啊。咁就 OK。红牛嚟吓、啊、提下神啊，系啊，因为之前嗰班咧佢走咗啦，系咪？我希望今次喺云端之上啊，中翻一次，唔好俾佢走佬啊，带俾大家喺世界级里边系嘛顶级嘅感受。OK， 希望中翻口啊，唔好咁大口啦，三五十斤得啦，系咪？唔好咁大，系三五十斤。OK， 咁就有激情噶啦，系啊。就通常都会干船啦、榨干啦，系嘛，或者系丝田啦，啊，或者勾直啦，啊，通常都系呢三种情况嘅。咁希望咧，唔好拎石啦，系咪？如果唔好拎石咧，咁就有机会噶啦。系等佢慢慢卸咗嚟咧，都可以拉翻嚟嘅。咁啊，拎石嘅咧就包冇嘅。OK。老友，唔好话我今日打龟喎，我真系钓到鱼喎，但系钓到鱼我唔知喎，系嘛？好货啊呢条，啊，绝对系好货，唔使打龟啊，已经当爷喺天上人间系嘛，云端到钓鱼系嘛，都唔使打龟，系啊，因为我唔知啊。
真系唔知道中咗喎、啊。喂，系咯，想打过一次又唔得啊，中翻条细细鱼，勾到实一实啊，冇得走啊。不过想要一条都好难啊，系咪？真系好难啊，唔系讲笑啊。因为钓咗两个几钟啊，系啊，就系呢条啊，而且系完全冇 feel 啊，唔知中咗，系啊，佢又拉唔到喎，因为系天上啊嘛，呢度系天上人间嚟嘅，系咪？就发觉唔到地下嗰度有生物存在啊，咁就中咗佢都唔知道，系咪？所以喺云端天上人间钓鱼就系咁，中咗鱼都唔知啊，系咪？系啦，要收尸嗰阵时咧，先知道中咗鱼嘅。OK， 系今日咧冇咩 feel， 但系咧都唔使打龟，咪当赢啦今日。OK， 几嚿水一斤系咪？系啊，咁就可惜，太少啦，得一条半条系咪？啊，不过睇下都好啊，系嘛？系啦，真系勾到佢噶，咁大只勾都勾到啊，有冇见到啊？系啊。呢只16号勾啊，勾到佢啊！喺天上都可以钓到鱼，系嘛？就系、是、有咁嘅结，咁嘅效果啦。OK， 各位明白啊？喺天上钓鱼就系、是、呢种感觉啊！咁咧就第一条鱼系咪就唔会放翻去嘅？呢啲系规矩嚟嘅，大家都知啦。所以咧呢条收埋佢。啊，做种啊，系咪？睇下晏少少咧，有冇一条佢大佬啊过嚟啊食嘢？咁啊，希望佢大佬过嚟啦，系咪？红斑 ，OK， 我唔会。有冇十斤啊？使唔使捞机啊？啊，应该红鱼嚟啊，我估。啊、反而小的那些仲在挣扎着、啊、看到啊真的真的